今天我们做一个红油三丝，爽口又解腻。食一次素等于放一次生，食一日素有百日丰。我是岐山素食大厨刘勇，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。首先擦点胡萝卜丝，海带改刀切成丝，另外我还泡了一小把龙口粉丝，来点姜末，切点紫天椒，切点香菜，用香菜根比较香一点，搅半勺辣椒面，一点白芝麻，搅拌均匀，泼上热油，来点松茸鲜，一点点白糖，生抽一勺，松茸素蚝油一勺，陈醋两勺，搅拌均匀，把食材一一焯水，先放海带、胡萝卜丝，最后放入粉丝，粉丝很快的哦，烫一下就可以了，马上捞出来，放入冰水中过凉，捞出来，顺便把水挤一挤，浇上料汁，翻拌均匀，拌匀之后撒上香菜，这样子的我能炫一大盘。嗯，酸辣开胃，连吃三天都不腻，做法简单，5分钟就搞好了，好简单嘅。